四集复韵母篮球赛。嗨，你怎么这么愁眉苦脸的呀？昨天那几个韵母不是说他们还能组成其他的复韵母吗？也就是说还有几个新的拼音种子没拿呢，可是他们吵成那样，我还怎么让他们碰到一起呀？嗨，就为这个啊？好吧。原来还可以这样啊，玲玲姐，你鬼主意真多。还有鹅呢，他生气了，不愿意来。算了算了，你们四个也行。对了，今天又找我们来干嘛呀？我和圆圆想打篮球，可是两个人打不起来呀，所以把你们叫过来，我们三对三斗牛。乌你们俩一家，你们俩一家，谁抢到球投进那边的框框里，谁就算赢。为什么要跟他一家？这样才公平嘛，我们是比赛又不是打架。我好想打球哦，就帮帮我嘛。好吧。耶，我们开始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开球。哎呦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，我们继续。怎么样？当然，你看。干得不错。球在欧的手里，快抢啊！知道了。复韵母欧的种子也收集到了，现在只剩下复韵母优了。球在乌的手里，快抢啊！不对，不，你应该到一的右边抢球。为什么？听我的准没错，快到一的右边去。哦，那就听你的吧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对什么呀？还不是没抢到球，胳膊都撞疼了。好了，球赛结束。结束，可是我们一个球还没投进去呢。那就下次再玩吧，再见。他们俩是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是啊，哎，注意到没有？每次我们撞到一起的时候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蹦出来，圆圆一把就抓走了，肯定有古怪。我们过去看看。嗷，欧，呦，一个都不少。他们一定不会猜到单韵母之间撞到一起也会产生复韵母的种子。好啊，原来是这样。糟糕，露馅了。还说什么想打篮球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们了。可是你们见面就发火，不愿意往一块挨，叫我们怎么收集拼音种子啊？反正我讨厌人家骗我，大家冲啊！
怎样，他们也算是和好了。